他的身体好棒，简直是完美啊！你还好吗，图修？你的脸完全红了。没事，队长，很抱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野猫，今天我们来玩马奇克啦。然后这一次呢，我是用回之前的记录档，其实不是记录档啦，也就是我之前实况的影片，应该是我是刚出道的时候吧，因为我在看回去的时候有点害羞那个声音，因为那时候呢，我用的是普通的麦克风，所以声音会比较小，然后后面的背景声音也没有很好的调整好，所以你们在看的时候会有一点大声，不过我还是有调整了一下那个声音，然后尽量把我的说话声音调大，反正就是有调整一下的音量啦。那就废话不多说，那我们就开始吧 ，Go Go！ 今天是个很重要的日子，不管输赢，有朋友在身边就是最重要的。我们经历那么多，来到了这里。我会尽全力让大家载誉而归，这是我们的故事。跳过。四个月前，第一天，好兴奋啊！这是开学第一天，我现在能交很多好朋友。哦，好多人哦，希望我不会迷路。应该这里吧。让我看看，啊，我迟到了，哦，在这里，大家请坐下，啊，差一点就赶不上。同学们好，我叫花旗沙纪，今天开始担任你们的班主任。课程开始之前，我们来欢迎转学生，做一个自我介绍吧。我想第一天就在班上引人注目。好的，就这样说。大家好，我是金田图修，我是来自福登学院的转学生，很高兴跟大家一起学习。为什么你转到这个学校来呢，金田同学？让我转校的原因之一是我听说亚修沙学院的培养优秀运动员的摇篮。我喜欢打棒球，我在原先的学校经常玩，很有趣。但是我转学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家搬到这附近了，我希望在这里可以交到很多新朋友。我相信在亚修沙学院你会享受这里的时光。我们今天开始的课可能这个比我想象的还好，希望我没有说错话呢。看来第一天的校园生活太过期待了，确实很无聊，时间从指尖静静地流走了，我没有加任何朋友。每个人都专注于学习，我希望能跟上他们。现在应该做什么？那张海报写的是什么？学校生活很无聊吗？我想是的，这还是第一天嘛，没有任何朋友。是吧？别担心，我们超棒的棒球队为你准备了一切，我们将成为你最好的伙伴。棒球？哦，这张海报真是应景啊！现在我就想马上去看看。太棒了！亚修沙学院的棒球场比我原先学校的还要大哦。队员们都爱练习哦。你觉得自己技不如人，不知道他们可不可让我加入呢？等等，那是……离远点！哇哦，有点受伤吧？没事，我还好。你来这里做什么啊？这里只允许棒球队队员进来哦。很对不起。啊，哈哈，没关系，不算什么大问题。是校长让你进来的吗？我希望初龙别再惹麻烦了。我只是过来看看。哦，原来是棒球迷，你的名字是？我是金田图修，一般的转先生。我过来是看到了那张海报。海报？不是你们张贴的吗？我想问问在哪里可以加入棒球队。
哦，是说那张海报啊？棒极了，我们确实需要新的血液。最近棒球队都没有什么发展。嗯，真的？但是正在练习的球队看起来很活跃啊。哈哈，嗯，应该怎么说呢？他们中有一些是其他学校的，他们只是借用这里的场地来练习，因为我们的学校棒球场很大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哦。嗯，真可悲，对手在我们的后院里打棒球。哎，真是你，忘了介绍我自己，我是中原真神，是棒球队队长，很高兴见到你，胡兄。看起来是个不错的男人。同样很高兴见到你，真神队长。然后让我把你的队友介绍给你吧。这么快？我的队友？你现在是棒球队的真实成员了，太快了吧？好快！队长，难道我不应该先写入队申请吗？再给我写吧。哈喽，我们有新队员喽。嗯？这家伙真的是队员吗？哇，他吃的真多。哦，队长，他是谁呀？这是同学 A 班的短先生。A 班？哦，一个班？你们既然是同班同学，肯定见过面吧？是吗？对不起，但我确实那时没有看到他。别告诉真是我逃课了。看，什么？你又逃课？你什么时候才能改掉这个坏习惯？哦，不需要这么大力的敲我头吧，真是。不管怎样，这是刘景富龙，他是队里最好的第四级球手，不过有时候脑子不太好用，而且有些变态哦。我才不会说我是最好的。等等，你说变态是什么意思？我才不是。如果说队里有变态的话，那肯定是蠢货教练。别说了，不要在新人面前犯蠢，你可能会害到他不想加入了。不会的，他看上去是棒球忠实爱好者。你好，见到你很高兴，托斯。我叫图修，同样见到你很高兴，库隆。别担心，我很爱打棒球，我确实会留下来的。库隆，我想你是对的，他确实很喜欢棒球。哈哈，我什么时候看走眼啦？不管怎样，欢迎加入棒球队。不是，我将是你的好伙伴，你们会相处愉快的。既然你已经是正式队员了，图修给你简单介绍一下球队。你是这个学年第一个加入棒球队的，大多数学生都选择了篮球、足球、游泳。我是去年加入的。很多队员也是这样，最近一段时间棒球队都只有这些人，我们很缺新成员。那确实很糟糕，而且我们每年都会流失一两个队员，这也让人难过。因为棒球队以前没有赢过任何联赛，他们纷纷加入其他社团了。但是经过我的观察，大家确实都是很棒的球手。是的，球队中有一些人技巧很好，但说到底，棒球是团队运动。我知道这个对评价不太好，但作为队长，我会尽全力让棒球队在下一次联赛中取得好成绩。我希望大家能和睦共处，并且享受棒球的乐趣。是，队长，哈哈，欢迎你加入，谢谢。因为你还是新人，你可以下周开始正式的训练，而且我还要帮你向教练是提交申请。是的，队长，我会努力的。谢谢你帮我写申请表格。刚刚还想，第一天这么平淡的过去，我错了。我交到了两个很极其出色又截然不同的朋友，一个是无忧无虑又积极向上的家伙，另一个是平易近人又格尽责任的学长。都不用说，他长得好帅。不过他们接下来的日子相处应该很愉快了。
他们让我觉得自己有点受欢迎，并且，好吧，这是我以前没有过的性感觉。自从我加入了球队已经过了一周，就像甄选队长说，一周后我的第一次训练即将开始，就是今天啦，我等不及要开始第一次练习了。我迫不及待要开始课后的棒球训练了。棒球队的每个人看起来都很友好，特别是甄选队长，他在酷，兔龙也是，他很友好，同时也挺搞笑的啊。你说谁搞笑呢？啊，兔龙，别捏我的脸啦！不是，你一早都在做什么白日梦啊？哦，是图秀。我这样去上课，兔龙你呢？上课好无聊。别跟我说你又要逃课。哎，你在的话，至少有人可以陪我啊。我的队友兼最好的朋友，同时又是我同班同学，这不是很巧吗？最好的朋友，走吧，你不想迟到吧，吐司？很好很好，看看是谁缺了一周课才终于出现了。哈哈哈，没办法啊，大姐头，我真是病了。大姐头，你这也太没大没小了吧？但屠龙你没，嘘，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上课了？哈哈，因为吐司是我的同学。吐司？谁是吐司？他指的是吐修啦，沙基老师。吐司是我们棒球队一名队员啦，因为他是新人，所以我得陪着他。而且吐司还是我最好的朋友。初冬，很高兴看到今天同学对你有了好的影响，刘景同学。今天同学，请确认他每天都要上课哦。你交到的朋友也值得庆祝。我从没看过你和其他同学这样合得来呢。不管闲事，他永远是这样。哎，现在请坐好，我们开始上课喽。我不知道沙爹老师说杜龙没有任何朋友是什么意思，也许其他人不知道怎么和他相处吧。不过反过来想，这也是好事啊，说明我和杜龙的相处很融洽。我为此感到很高兴。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咯，下课。杜龙，从今天开始好好上课，知道吗？我说过上课超无聊的。不是，你怎么做到连续几个小时都专心听课呢？你倒是直接睡过去了，而且我也不敢相信你竟然连续缺课一整周。沙季老师怎么会这样纵容你啊？因为我很擅长应付老师啊，嘿嘿。楚龙，我在说正经的，请不要落下学业。我从来都不担心学业，这没什么好说的。但是别再问了，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棒球练习吧。好吧。甄神，哦，你们好啊，上课怎么样？我猜兔龙终于开始上课了，因为你们一起过来的。是的，我去了，上课真是超级无聊的。不过幸好有吐司一直陪着我。别这么说啊，不要无视学业。你终于把注意力放在学习上了，看来图书对你有好的影响。顺便说下，教练联系我说他今天要和我们见面，但是他还没有来呢，我们应该先换好棒球衣吧。我先去更衣室哦。你们准备好了就过来吧。我想我们最好也去换衣服吧。好消息是我今天恰好也带了棒球服来吧，图师。我们要自带棒球服啊。当然啊。哇啊，等等，我还没有。不应该怎么做，我不知道需要自带棒球服的。我没有准备。怎么啦，图师？我没有棒球服啦。什么？真神以前没有和你说吗？没，我不记得队长说过要自己带的。哦，这样啊。那没关系，伟大的兔龙来救急啦。我还有一件多余的，那是我以前用的
所以有点小，不过我想的应该很合身。有什么问题吗？鲁斯没有带棒球服啦，嘿嘿。兔龙是图秀，那我说多少次啦，是图是，我说是图秀，看你自己也这么说了啊。搞什么啊，我记得上周给你发的信息啊。队长，我没有手机。哦，那个信息发给谁了？哼，真是，你在犯什么傻、啊、嗯，算了，我也有件多余的可以借给你。真神的，好的，队长，请借给我吧。哎，不公平，我先说了。不过他想借我的，哼，就这样吧，快点，你们换好了就出来，教练就要来了。列队，是教练。我听说有新人加入，人呢？我在这里，这里。第一次就迟到，我可不想要拖。你被开除了，快滚吧！球队没有你更好，你这没用的。喂，教练，不要欺负新人啦！你知道我们很缺新人的，如果他离开了，你会后悔的。住手吧，给鸡！图斯，那个人头脑迟晚的教练只是个装二人罢了啦。装是原子教练，你这个混蛋！哎，别笑了，土龙，我确实很少机会卖弄一下嘛。骗子，经常欺负新人，所以我没被开除。当然没有，你是我们看中的新人，而且是我们急需的。你的名字是金田图秀对吧？是。大声点！哇，是教练，我是金田图秀。教练，别玩了！见鬼！为什么你都这样护着他？不管怎样，金田对吧？我名字叫多田野原志，从今天开始担任你的棒球教练，欢迎加入。对不起，图修，教练就是那样的人。没错，他就是一个一无所成的怪大叔，更别说还经常自夸，虽然只是个既没有技巧又没有天前的人。然后今天你喜欢的位置是，嘿，别打断我。嗯，我原本是个投手，不过指派其他位置我也不介意的。在投手方面有经验，嗯，非常好。我们确实需要个投手，我们三个投手，最后没有个好的结局。他的态度有问题，而且也不顾别人的建议。他每个人都合不来，特别是他的捕手真神，那家伙很不听话。他加入后一周就退出了。我要确定你不会像那个白痴一样不感恩、不领情、卑鄙而米诺。你明白了吗？明白啊，教练。很好，图兄，让我们来看看你的本事吧。现在，好的，我来给你当捕手。好极了。哦，我很久没玩过了。我觉得自己的技术生疏了。你确实很有潜力，但还需要更多的练习来提高技术，增加速度跟准确性。我不确定你是否真的能当我们的捕手，希望能跟上。教练，别激动他了。得了吧，给鸡，我们都看见啦，他的球投得那么好。是啊，教练，很久没有这样有天潜的人来加入了，放我一马吧，我只是想装酷一点啊。我只是开玩笑，你投的技术真棒，你真是我们需要的，特别是我已经帮球队报名了参加这个赛季的联赛，所以我希望你们努力做得更好，全力练习。图修真是我们的王牌，他特别的技巧会帮助我们获得胜利。但是就像我前面说的，
你的投球技术还缺少速度和准确性，你现在需要的是更多训练和学习如何和团队合作。对于棒球运动，团队合作非常重要，和队友建立良好的关系，齐心协力。记住，要融合团队，和队友的良好关系会让你在比赛中获得信心。你是个好的投手，在团队中能发挥更大的作用。但光是投球还是不够的，从你投球的速度和方式来看，你还需要练习击球技巧。托龙是我们的第四击球手，他可以教你关于击球方面的事情。我对你的投球技术很放心，我会让真神做你的固定扶手。今天是你训练第一天，你想先练习什么？我想练投球技术。好极了，你在投球方面很有天分，你只需要学习怎样和真神配合好，并且增加投球速度就好。投手和捕手应该身心合一，所以我让真神当你的指导员，可以吗？好的，教练，我会全力以赴的，我会好好教你的，土兄。谢谢队长。走吧，要暖了，我们应该开始练习了。对，走吧，土兄。是，队长。两个小时后，我要去冲个鸟，你也来吧，图兄。好的。唉，不行了，肯定很累了，图龙。哇，图实在担心我。其实我没那么累啊，只是饿了。你不饿吗，图实？是图兄。真神去哪了？哦，他说他要去洗澡。你不洗洗吗？我懒得洗了，我只是换衣服就好了。我回家洗，比这里舒服多了。你呢，土司？我也想冲个凉。别担心，我不会很久的。快吧。哪个淋浴间是空的？哦，队长，他完全裸着。是图修啊？怎么了？需要肥皂还是什么？他的身体好棒，简直是完美啊！你还好吗，图修？你的脸完全红了。没事，队长，很抱歉，我只是在找空的浴室冲凉。我快洗完了，你就在这里洗吧。好的，真的很抱歉。温润的水使心得到放松，我有点走神了。真神队长裸着的那副景象，感觉好奇怪哦。我觉得体内有什么在扑通扑通。我完全不知道那是什么，现在。该怎么办？队长，他只穿内裤。哦，图修，我想和你稍微谈谈。今天的练习做得很棒，你真的很有天分，图修。我接到球的时候就感觉你的头发别出心裁，但教练说我还要多加练习。他是那样说的。而且说得很对，仅是天险还不够，需要多加练习。你就像块未打磨的宝石。真的？别太在意教练说的话，他就是喜欢捉弄别人，因为你是新人，他觉得好欺负罢了。我记得去年有个新人被教练弄得受不了，结果第二天就退出了。教练确实非常注重团队合作，如果一个人不能在队中发挥好的影响，教练就会那样教训他。我知道了，我会全力以赴的。就是那样，图修，我相信你很快和教练熟悉起来的。我会的，加油。图龙可能还在等我们，走吧。好的。真诚队长看起来真的很负责，他确实是当队长的完美楷模。不过我不仅佩服他的无私，而且我也希望他能告诉我更多关于他的事情。你们两个去捡肥皂了吗？怎么花那么多时间啊？我等得快饿死啊！天都黑了，
不好意思啊，土龙，走吧，我们走吧，路上小心。让我猜猜，屠龙今天要去哪里了？他要翘课了。如果他一直翘课，成绩会下降的。我原以为他会遵守那个承诺，他说过如果我在的时候，他也每天都会来上课的。我现在最好不要乱想了，我要把精力放在沙纪老师的课上。喂，我的屠龙在哪里？不好意思，请问你是哪位？不要在我讲课的途中闯进来大吵大闹好吗？我是哪位？居然连我是谁都不知道！你这个丧巴佬，本公主不是卓志友相还能是谁？你居然不认得我？我家就是那个富可敌国，而且拥有整个城市，包括这个学校的卓志家族。友相？卓志友相吗？非常抱歉，我没能认出尊贵的友相公主。把你那破眼镜好好修一修，别当睁眼说瞎。你这个蠢货！回到正题上来，我和屠龙在哪？我在佐治和刘景的联合家庭会议上没有看到他。哎，他让我中了相思病。天哪，为什么这个无情的世界要切开我们命运的红线啊？啊，屠龙，抱歉，公主，他今天又没有来上课，他最近一直都在逃课。你可以问问今天同学，他是刘景同学最好的朋友。最好的朋友，沙金老师，他和刘景同学在同一个社团里哦。哦，为什么屠龙要和这样的吓的人待在一起啊？吓的？好吧，说说吧，这个局名。等等，我有点奇怪，为什么你要带着雨伞？雨伞？真大的狗眼，这是限量版卓钻维多利亚阳伞。这是个文盲，你都耽误了这所学校的名声。可你还没有解释在测试里撑伞的事啊。很抱歉，小姐，但是我今天也没有看到他。应该说友相公主才对，这个吓的人。啊，这么讨厌啊！我心爱的兔龙又不见了。哦，我不敢想象他正在遭受什么可怕的命运啊。公主，他也许只是在走廊上闲逛啊。哼，这个下等生物是在浪费我宝贵的时间。我心爱的王子，等等我！沙纪老师，那个古怪的家伙是谁？嘘，不要那么说。她是卓治公主，这个国家最富有、最有权势的卓治家族的唯一一个掌上明珠。哦，可她为什么要找屠龙呢？这个说来话长，他们两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屠龙家有那么出名吗？难道你不知道刘景家是？哦，不好意思，金安同学，我得去校长室报告一下这件事了。今天就这样吧，大家可以回家了。今天真是，我应该早点去棒球场。虽然很吃惊，为什么一个公主要找屠龙呢？甚至还说我的兔龙。单从这句，我想他应该是屠龙的女朋友吧。秃兄，你又迟到了。可是教练，现在应该比规定的训练时间还早五分钟啊。我才不管，对我来说你就是迟到了。教练，别这么说了，你也迟到了，队长大人。然后这次要做什么？你又要护着新人吗？我能察觉到气氛有些不同。什么？兔龙在哪里？他不在旁边还是在安静的？我在这里，这里。哦，今天来很早嘛，好孩子，好孩子。哎，为什么你对兔龙就那么不同？哈哈，因为我不想再被他说。原来如此。兔龙，你刚刚去哪里了？你今天又逃课？你又逃课了，我警告过你要改掉这个坏习惯的。知道，我知道的，但是这次我逃课是因为友香在那里。哦，这样。友香？卓志友香？苏修，你知道他？原本不知道的，但今天他闯进了教室，他非常想找到你。
他真的很讨厌，还指责了我和沙季老师。看见了吗？幸好我今天没去上课，谁知道他又要再给我带来多少麻烦了。他就是那样的人。唉，他到底是谁？邮箱是屠龙的，那个还不必告诉他。哎，几乎每个人都知道了，为什么不告诉屠修？想要我也更快点小秘密吗？嘿，我现在想说不是这个话题好吗？屠师是特别的，他现在不必知道这个，我以后会跟他说的。很抱歉啊，屠修，屠龙不让我说。为什么？屠师，不要担心了，那个一点也不重要。好吧，屠龙，如果那个是你的私事，我不会强求你跟我说的。哼，你还真很青铜打理呢，屠思思。闲话说够了，你们这些家伙应该开始训练了，我们再来浪费白天的时间。曾沈队长和屠龙明显对我有隐藏的事，就像普通的人一样，我也很好奇。但是现在我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提高棒球水平上。Strike! Practice complete! 啊，今天教练还真是严格啊！我真的好饿哦！我想是因为联赛快到了吧？很有可能。可就算这样，那个变态教练也是因为其他的更重要事情，在训练中丢下我们了。也许是跟踪某个女人去了，那个变态老头。我不认为教练是那样的人。好吧，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为了你们今天的努力练习，我请你们去吃顿饭，怎么样？我还没想好哎，但可是我真的很累，也想好好休息一下。我弟弟还在家里等我呢。哦，队长，你有弟弟吗？他和我爸在一起，他说能自己好好照顾好自己，但是我还是禁不住担心。他不是和你爸在一起吗？那样肯定没问题的。我不指望他。今天就别去了，好吗？真没劲。我还是会和吐司一起出去的，然后我们两个没有你。可是你觉得怎么样？大家不能一起去吗？你真想让我们一起去吗？好吧，没办法了，我也去吧。等等，弟弟怎么办呢？我会打电话联络他的，别担心。真神只是嫉妒，如果他离开了，我们就能约会了。约会？我只是担心你们自己走不安全，晚上是很危险的。谢谢你，队长。总之，我知道这附近有家很棒的餐厅，你们应该去试试。